山西都刮不过来了。这个时候就隔在那个里面嘛，就出来了。这么大的雨，那个路全碎了。安全的路。已经薄是薄的，刚刚明显我拿的很重，下薄的，你看地上已经焦的就白的了，对对，好天气都被我们碰上了，这个天气不应该不是常有吧？